贝德以后不吃榴莲。那跟这个就不吃榴莲。那个就不吃。这个不吃，这个有130。它是有组合作用的。那我量错了。67.5，68.5，贝德以后。像你们要穿这个膜哈，如果是有剪刀的话，对折以后这样剪一个尖角，对，这样很容易穿进去。好。一定要从这里面过去，从这里面就可能到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了。效果是这样的，它就会动了啊。如果你按这个的话，它就这个轮车转，对，没错没错，看这个字，风和的应该是拉带的。好，在你装好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放进来，放进来。前面可能一两个，前面几个袋子，我们是不管它，动手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出来了。